坚决找贼吧。孙元康，孙元康，你这挺小啊，啊，下棋人。孙元康，孙元康，现在扶贫工作这么紧张，你这作为一个领导，你这上班时间下棋。你贵姓？姓吴。啊？姓吴。姓吴？你全名叫吴什么？你全名叫吴什么？啊？吴峰。你在咱们晋江边是热的什么州？不去找灶。内部，有警察做报批的，有些他做出了深刻的检查，主任检查，然后就是嘛。就是他还在职对吧？就是他现在已经做出了深刻的检查之后，就恢复工作了。除了深刻检查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处罚呀？其他的现在他应该我了解嘛，就是没有，因为我前几天我也请假了，前几天在外面一个个人出去劝阵了，我刚回来，我回来之后就是这么情况。